就在我国奥运健儿正在东京奥运会当中争金夺银的时候，国际奥委会的一则消息成功抢回了人们的注意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向全世界宣布，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将交给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而我国的两大城市成都和上海竟然全都没能入选。意外的是，成功获得奥运举办权的澳大利亚竟然也没有表现出半点兴奋，就连宣布最终结果的奥委会主席巴赫都感到十分可惜。澳洲人民甚至还想将奥运举办权反手白送给中国。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这些违背认知的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之前还被世界各国争相抢办的奥运会，现在怎么突然变成人人嫌弃的烫手山芋了？新来的朋友们可以长按点赞，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这段时间以来，东京奥运会的相关事宜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除了奇葩的纸板床跟电子垃圾奖牌以外，还有融合了后现代艺术风格以及阴间传统文化的开幕式，总会给人一种在台上表演的舞蹈人员下一秒就会掏出洛阳铲的错觉。日本导演北野武都说看了以后睡得可香了。正是赛程当中出现的那些身残志坚的日本裁判们，更是令人感动的泪流满面。他们明明能够光明正大把奖牌全都颁给自己，但是在奥林匹克精神的强烈驱使下，他们却还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举办了这场盛大的国际赛事。东京奥运会饱受诟病的除了开幕式和盲人裁判以外，主办方给运动员所提供的生活环境也根本让人无法接受。不仅没有准备冰箱彩电，就连睡觉的床都是纸板做的。结果主办方还在那里美其名曰地说是为了环保和人类着想。如果真是为了人类着想的话，那么瞒着世界各国偷偷地给奥运餐厅提供辅导食品又算是怎么回事呢？东京奥运会当中出现的种种不公平对待，不禁让人们回想起了曾经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的裁判们不仅恪守准则，公平公正，对运动员的贴心照顾也是得到了一致的认可，居住的房间更是宽敞明亮，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开幕式所呈现的都是精心策划的正能量节目，完美的向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奥运精神，什么叫做中华文化。这虽然是我国所承办的第一次奥运会，但也是这些年以来最为完美的一次奥运会。看过东京奥运会的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甚至还喊出北京之后无奥运的响亮口号。这也正是奥委会主席巴赫对中国无缘举办2032年奥运会而感到遗憾的原因。事实上，在如今举办的54届奥运会当中，只有中国和美国是没有亏钱的。并且由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实在是太过成功，导致后来的国家为了向中国一样成功，不惜举国之力耗费巨资要强行举办。这些国家的财政也因为承受了他们这个水准不该承受的压力，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国家认清了自己的实力，直到现在的奥运会根本就是一个入不敷出的赔本买卖。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推出了申办奥运会的队列。对于此次东京奥运会的整体情况，曾有经济学家进行过分析，这次的日本奥运会他们至少要亏损几万亿日元，这就让后续的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2032年的奥运会一直都没人敢承办。国际奥委会为了能够将这一赛事继续延续下去，便直接更改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此后奥运会的举办将不再从申办的国家当中挑选，而是直接由国际奥委会委员进行推举，让他们认为更具实力的国家城市来进行举办。在这种状况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直接点名中国的上海和成都等城市，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是巴赫的一厢情愿最终也没能如愿。当地时间7月21日，在东京举办的第138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当中，宣布了2032年第35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它就是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虽然我国得到了奥委会主席的鼎力举荐，但这并不代表着仅凭他一人就能左右最终的结果。对于奥运会来说，我们已经举办过一次世所罕见的了，并且我们也早已取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所以后续的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讲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看到这，或许就有人要说，
奥运会举办权落到澳大利亚的手里，是因为上海和成都不如他们的布里斯班。但事实上，关于我国两大城市落选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因为上海和成都这两大城市压根儿就没有参与2032年奥运的竞选。而且举办奥运会的澳大利亚对于获得举办权这件事似乎也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奋。当时我国成功夺得奥运举办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欢欣鼓舞，举国欢庆，感到十分头疼。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个城市根本就不具备承办如此盛大赛事的能力。除此之外，对于布里斯班承办奥运感到担忧的还有奥委会主席巴赫。比布里斯班更具实力的国际大都市东京都把奥运会给搞成了这个鬼样子，连国际知名城市都算不上的布里斯班到底能不能顺利举办下去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奥运会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盛大的国际赛事，如果能够成功举办，那么不仅能够向各国呈现本国的实力和文化历史，还能带动当地的各项产业发展，促进国家的经济。以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为例，仅观看人数就达到了50亿，有超过200个国家转播了这次奥运会，还为巴西吸引到了6600万的外国游客和高达62亿人次的旅游记录。除了巨大的经济效应以外，奥运会的申办还促进了国际之间的友好关系。1955年，罗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促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1964年，东京奥运会帮助日本成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系列因为奥运会所引发的反应被称作奥运效应。举办奥运通常来讲都会从根本上永久性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开放度。然而这种能够快速实现经济飞跃，增强国家影响力的捷径，并不是任何人想走就能走的。举办奥运会通常都需要建立许多昂贵的场馆设施，这些运动场所是奥运赛事的必备环境。但是一旦奥运会结束，这些为了赛事而修建的体育场馆大都会面临拆除的结局。世界上的许多奥运会场在赛事结束以后都是空荡荡的一片死寂，锈迹斑斑和丛生的杂草成为了废弃场馆的常态。耗资7800万美元建造的平昌冬奥会主场馆，甚至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后续的拆除计划。里约热内卢耗资7亿美金修建的奥运村，现在成为了一片关门公寓。即便是为了奥林匹克专门修建的公园，也并不能吸引到更多的买家。他们曾经为了修建这座场馆，不惜用血腥的对抗来迫使周围的居民强行搬走。第25届奥运会的主办国希腊，为了能够完整将奥运会办下去，硬着头皮向其他国家借了100多亿美金。这一巨额亏损让希腊陷入了极为严重的债务危机。这场奥运会的举办差点就把这个国家搞破产。为了能够还清债务，希腊政府选择加大税收，并让希腊人民提前1年缴税。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仍旧还是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才把欠下的巨额账单还清。希腊也因为这届奥运会从一个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失业国家。这届奥运会也称得上是代价最大的一次奥运会。总的来说，奥运会的举办各有优劣，但是在如今世界市场饱和，多个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想要依靠奥运会来招商引资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事情。现在的奥运会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国搞不起大国也嫌弃的烫手山芋。但是对于家底更厚实力更强的强国来讲，奥运会虽然不能赚取到更多的利益，但是能够彰显在国际社会上的大国风范，加强自身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奥运会的举办仍旧还是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国情。对于此次事件，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话可以长按点赞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